杰伦和昆凌结婚8年，夫妻俩结婚后感情始终都非常甜蜜。周杰伦结婚之后相当宠爱昆凌，常常会在社群平台和大家分享夫妻之间平时相处的点点滴滴。每次在社群发文或是晒出新的照片，总是成为大批网友高度关注的焦点。特别的是，最近他不是分享夫妻同框的放闪照，而是在 IG 现实动态标记老婆的账号，并晒出一张以老公爱的视角为老婆拍下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的昆凌绑着马尾发型，戴着黑色帽子，身穿黑色外套，低头专心看着手机。一旁的周杰伦看到老婆的模样，不但称对方是老板娘，并幽默配上文字不知道在做什么大事业，最后还附上一个笑到哭的表情符号，相当逗趣啊。